那个，来，请苏院长。那个赵顺伟，这个苏院长他要报告了。好啦，不要紧啦，一堆报告卖讲下啦。好，那个拜托四保委，四保委知道院长看到了啦，院长看到了哈。好啦，院长看到了哈。好，好，院长都看到了哈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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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啊，我们给苏院长一个掌声来欢迎啊啊，好好。苏院长、蔡副院长、各位委员先进，贵院第九届第七会期今天开议，我应邀率同行政团队到贵院做施政方针报告，倍感荣幸。谨先向各位委员先进拜个晚年，祝福大家健康快乐，工作顺利，祈求台湾国泰民安，风调雨顺。我曾说过，人生的剧本早已写好，只是不能偷看，但要全力以赴。真的，没想到时移世易，事隔13年，我竟再一次回到这个台上来向国会各位委员先进做施政方针的报告。当然，人生剧本翻到这一章，我一定全力以赴，福国利民，遵照各位的指教指示，希望能够简政便民，实事求是，能够接地气，平民愿，会做事。有关施政方针书面已经呈动大院，请指教怎么平民愿。比如我们看到过去，为了防止洗钱，为了防止诈骗，曾经政府做各方措施，但层层要求下来，却让民众连领个小钱都被调查、被追问，以至于暴怒在领钱的柜台前。我觉得这就是民怨。因此，上任第三天，我带同相关部会所长到银行柜台前，就向各界宣布，我们一定对于正常客户例行行为，对于一定金额50万以下，对于已有资料不再重复调查填写，不但减轻了银行员的负担，也立刻平息了民怨。为了验证是否做到，金管会雇主委更指派50位基层员工到不同的银行去试着领领看，试着会会看，如果有没有做到，那就为雇主委试问。有关老车更新，在公务法修正后，我们看到也可以在环保署立刻要求提高标准，并限定淘汰年限。我们觉得其实能达到空污我们希望的目标，却有多种方法可以做到。于是我们用多方奖励补助，而不设淘汰期限，让老车能够真正的在空污标准不及的情况，我们能够真的给他适当的能够更新，而且真正到老车车主的手上。我们都希望过去在执行上如果有没有做到偏差或者过犹不及的地方，我们这一次都适度及时的加以调整。如何接地气，就是要让民众安心生活。安心生活的第一点，我们是扫毒，扫毒，一个是毒品的毒，一个是赌博的赌。我要求内政部及相关单位务必就相关源头、相关职业赌场等
一定要做出成绩，而且不是只有警方查查，而是全国大家一起注意。大家注意的额内酒驾事件，政府一定竭尽所能修法跟严查，但其实这种事再怎么严的罚，再怎么绵密的网，都不及第一时间最亲近的人一句话一个动作，多一份关心少一个伤心。如何实事求是安心生活，第二例就是像徽州朱温的房子，疫区就在隔壁，他却什么都不做，还让死猪飘过来，这不是什么心灵沟通。我们为了防止疫毒疫病境外，我们全面的查验来自疫区的旅客，为了增进查验的效率，我们不但立刻增加18台的 X 光机，而且我们非常感谢相关部会主管同仁在第一线非常辛苦，也看到旅客们都能配合，并且对于没有缴清罚款的外籍旅客，不准他入境，就是不准他入境，要让他知道台湾是有政府的，我们是说到做到的。而以过年期间这么高的旅客，这么高的运量，我们在这一方面都可以看出我们真正做到。而我也特别召集14个相关部委首长，任务组指示务必阻绝病毒于境外，让2000亿的损失不要发生，但还是要希望业者合作，希望国人给执勤的同仁加油。要如何拼经济是大家最最重视，5+2产业创新前瞻基础建设计划，鼓励台商回台投资，优化创新投资环境，政府将全力推动排除障碍客制化单一窗口的服务。我们非常高兴拼经济的努力，许多国内外大厂积极回应，像台积电、华邦电、微软、 Google 都宣布加码投资台湾，我们看到这一方面会再再的继续增加。而如何结合产业界共同努力，建立国内更完整的绿能产业链，吸引更多跨国企业投入台湾的绿电，是我们更持续努力。今年是地方创生元年，地方创生不是在纾压都会的压力，也不是在缩短城乡的差距，而是要如何发挥一乡镇一特色，地方有活力，国家有生机。在政府的协助下，如何善用地方资源，形成在地产业，让地方有自己骄傲的特色，生根、发展、茁壮，自给自足。我们看到过去台北县的平溪晃天灯、石门的国际风筝节，都是在在善用地方千百年来已有的资源或活动，经过政府的协助，地方的特色不但成为中央节庆，甚至于国际都慕名而来。因为这样，地方有活力，国家有生机，这样在地人就有工作，青年就能返乡，就会成为大家的故乡。如何壮大文化建设，都是筋骨，文化才是灵魂。台北两厅院、台中歌剧院、高雄卫武营国家艺文中心，我们都已经不但完成，而且都已经对区域均衡的文化发展建立了基础。但最重要的是，往后如何营运、如何带动，我们都需要中央及地方政府、政府及民间大家一起知道，怎么样让这个做到最好，是希望能够
让我们扎根地方，让我们都能够看到文化的绵延永续。我们也已经核定启动文化策纪念相关的筹备工作，如何打造国家队，壮大台湾文化力，我们更续的努力。我们更专案补助台语频道，预计今年中就要开播。我们持续推动浪漫台三线各项族群的政策，强化台湾多元的文化传承与发展，这是永远不停的工作跟努力。弱势优先是我们在在要做的事，加速长照2.0的资源部件，整合教育部、卫福部、民间的资源，让弱势家庭学童能够得到照顾，调升基本工资，调高综合所得税四项扣除额，减轻受薪阶级的负担。农民植栽保险已经在去年试办上路，让农民有更多的保障。照顾弱势永远是天经地义的事，守护民主，我们尊重公投的结果。所以电力法95条修正草案已送贵院审议，婚姻平权我们会尊重公投的结果，遵照大法官释宪的旨意，我们会提出专法送在期限内送请贵院审议。总之，台湾就是一个国家，不分中央与地方，不分朝野，我们就这块土地，土地上的人民面对各方面的冲击，经济情势还有国际上的各种动荡的因素，都需要我们政府与民间团结，朝野努力，我们一起努力，才会走出台湾的活力。怎么样拼民生、护民主、守主权，政府一定努力从方方面面来做，还请贵院委员先进多多指教支持，谢谢大家。好，谢谢苏院长。在进行